股市幸运星，现场邀请到的是永诚国际投顾标股女王林信荣林副总。幸运星女神好，雨晴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股市幸运星永诚投顾副总林信荣林老师。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！嘿呀，即将要过新年了哈，你看女神有没有给大家满满的，就是那个金光抢抢棍，二一叉 B 混，就是满满的贵气呀，这是必须的。哎，而且要给大家有钱花，开心花，尽量花。有没有看到老师全身都是花，连项链也是花？对呀，尽花。这个东西哈。我没有被家暴，这个是拔罐。你看女神真的拼命，好大家都好命啦。女神的拼命真的实实在在从去年让会员赚到今年。是的。从金虎年赚不够，金兔年继续赚来斗啊。所以新的一年开始齁，来，我要跟大家正面能量加持一下。必须要。我跟你讲齁，其实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可以赚得到钱。有人大盘可以飙了6000点，一毛钱都赚不到。还赔钱。有的人大盘可以跌6000点，一样一档接一档。盆满钵钵也满。对啊，你看2022年就好。来。大盘跌了。对，大盘跌了6000个点吧。对啊。对不对，从年初18000啊跌到破12682。对 ,12682。哼，要这样一路这样子跌下来呢。暗沟我们远的就不用讲了，女神。我们先从下半年开始讲。今年的2022年，去年你还在今年。你看看去年的下半年啊，女神就开始哦带大家我们来飙速度飙获利。因为盘很不好，对不对？那我跟你说啊，只要你想赚钱你就赚得到钱。是。老师在6月份有办了一个演讲会，金标奖有参加演讲会，你都知道最佳男主角是谁？直接看来最佳男主角6472的宝瑞。我说过他很会吃货，他一直在并吞大家。对，那个时候啊，还没有人知道下面叫 CDMO。对，叫做什么呢？哎，我们生技界的吃货王，生技界的台积电。我那时候就说他会是台积电。对，170开始涨，170、270、370，然后到423哎，一路狂飙。其实他后来到470，啊，他到470，最近在420左右。对，好，我们再拉回来。那大家知道圣宝熙是谁吗？就是他们家老板，年轻有为啊，那个心呐，好大，跟老师一样。哦，那盘不好，他我跟你讲，景气不好，去年是不好的。对，他一样一直病，一直病，一直病，这叫不畏艰辛万苦，就是为了钱。好，那大家都赚到了吧？都恭喜发财，有赚到吧？拢有哈，恭喜！独立安那年嘛，还有呢。来，我们再看，这是6、7月对不对？下半年啊，8月份，西西姐来了。对，这都是去年发生过的事。哦，对，你还记得吗？那老师的字卡也没换过。来，西西姐请出来。西西姐来的时候啊，女神就听到了，就看到了，嗅到，也接收到了。对啊，我说在 Seven Eleven 都能赚钱，那是全家。我那时候是在全家，在便利商店里头，在便利商店，全家里面给你们涨了涨停啊，涨了 double 赚，舒服啊！第一个涨出来就是3454的精锐大阿哥。那时候我请大家集中持股来定高基，定的都是精锐，有无？有哦，来。93块给顶了，两位数哦，同板股开始哦。而且我不只买一次哦，我买了4、5次。而且哈，那个百元以下哈，那时候女神还说百元哈，眨个眼就过了啦。对，130以下我买了5次还是4次，就一直买一直买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说9会变成百，百位数，然后100变成200啊，200变成234。Double 赚赚 double， 那时候的盘还在滋自由落体，我们是 biu biu 出去，我们是火箭。全台股最飙最猛的就是大资安，对啊，我把整个资安全部抓过来给你看，五档五啊，对啊，那大陆都害过来，你还不知道资安很重要吗？真的，对啊，而且那时候我们讲唐凤还设立了我们的一个资安资讯管理部嘛，对不对？嘿，那个很重要的，你知道国安部门呐，真的，那代表钱会灌进去。对呀，所以呢，对呀，而且世界各国呢，基本上有关这个资安的问题都很重视，然后都不用我们讲大陆的，刚好转单到我们台湾的。所以啊，如果
果你要往倒霉的那边看，你就倒霉到爆；你要往赚钱的这边看，你就数钱数到手抽筋。对，这里我有改过任何一个字吗？一个字都没改。从八月、九月、十月就这样一直涨，一路涨哦。对，然后涨到十一月，有点涨不动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时候除了大阿哥之外，其实四阿哥也很猛。那时候大阿哥跟四阿哥两个人一直在比拼、欸，对啊，我们讲生哥嘛，生瑞，生哥三一二八的生瑞，二十二涨到五十七，结果后来你知道他的涨幅居然还超过了我们大阿哥、欸，真的把大阿哥干掉哎、欸，真的，哎呦，四爷你真的篡位了，四爷果然真的篡位，这整个就是清工具嘛，真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资安五阿哥。过了之后还有什么可以涨呢？八月份就一路涨到九月，涨到十月，那时候中间其实我们九月份还有一档小金鸡，对不对？三零四六的建机，那个时候是宏基家的小金鸡嘛。三零四六，那个时候呢，建机啊也是，对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很厉害哦。建机九月有没有？九月份有没有飙？最猛的那一波，回完六探点半，都五号啊。除此之外，好，紧接着十月份女神去产业，哇，因为十月份哦盘是杀的太惨了，全世界没有一股。一片倒，没有觉得中共会来打我们、每一国都觉得我们就是乌克兰第二，台湾就要准备被收编了。我、那个时候我满地黄金，反而是这样，钦差克力的钦差坦、哎呦，那时候给大家什么、金球猫后啦吼，还有我们讲大苹果大金库，那等一下我跟你讲，还有无人机啦、轰炸机啦、香菇机啦，你看有没有涨？那我那时候来看十一月，十一月女神产业挖回来了一个 only one。十一月我回来，十一月一号当天，来你给他看 K 线八零三三，画面 only one， 我跟你讲，专台湾一架无人机熊。八零三三雷虎，我这一天回归，我挖完消息第一天，我说要送给大家大礼，公开操作，公开分享，节目里完全没有盖牌，然后两个铜板开始、哦，两个铜板有没有开始？二十二变三，涨停变成四，涨停涨停涨停创高，然后呢？休息一下啊，进行再喷啊喷啊喷喷涨停啊喷喷涨停喷喷涨停，一路喷到快五字头哎、欸！对啊，我有没有说我在四十六块多，我说啊，幸福我留个缺口，对哦，很实在、哦、啊，你们爱赚多少自己决定啊，我就 say you none 啊，哎，结果还继续再涨啊，对不对？你就算放到现在，你还是赚钱，你看一下二十块的底，二十块的成本呢、欸？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买在这里真的很重要？是啊，买点决定了你的一个获利、啊啊。这个就是无人机的代表作，就是八零三三的雷虎。对呀、啊啊，好不好赚？那你说老师盘没有很好啊？十、月、十一月份那时候很恐怖的呀、啊。不够，但是女神带来的股票，你看看产业哇哇哇，无人机到轰炸机到香菇机，每天成交量就那个弱弱的，一千三。1200、1400，有够恐怖的成交量啊！来，我标给你看，无人机之后，我们开轰炸机给大家。哦，更猛的嘞！宝一宝妹二二二的无敌威宝妹，有没有？21块直接给你标到35.7，七十个百分点哦。我说那个尾数都拿去做功德，哦，赚大钱要怎么样？捐小钱，70%。那样你的呢？你的福德哈，就是这样子来。哎，关钱无功德哈，干那福德了。福德就是你在。人生的时候是人的时候，你可以用得到的这种财富、啊，功德是啥？你知道？当你布施的时候，有布施就跟没布施一样，不会说，哎呦，我捐了一百万，怎么钱还不来找我？啊，拍谁？啊，你的心，你的心如果有助的话，基本上就不没有任何功德，心态，所以功德是无心的，然后福德。可以有心哈、好，我们再拉回来。好，所以宝一妹妹轰炸机来了哦，对。然后紧接着还有一个无敌铁金刚也来了哦，对呀、1584的金刚哦，我那时候也说集团打群架、对，他是台钢集团、对啊，我跟大家说台钢集团有跟玉龙集团有没有在打群架？哦啊，从选前给他打到选后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那时候我们还有做那个蓝绿大对决，对呀、蓝绿大 PK 嘛，对啊，选前我们两个。已经看出来蓝军会赢，因为在股市里已经看出来，其实已经有端倪了。香菇鸡，你看长成什么样？你看那时候选前哦，香菇鸡从45飙到71，它是选前涨，选后也涨。对啊，100亿的大股票，那时候大股本的是不会涨，没有人。你看那个台积电，你看鸿海，就算那个巴菲特进去捞也护不住台积电。你看那个鸿海，110、120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说这只要跑会破底哦。对啊，结果100破。啊99啊98一路往下走，嘿呀、啊！啊，我一看就知影，这种股票会起，这种股票会落，对啊。
那个就是趋势嘛，啊，你就跟趋势当永远的情人，自然就可以跟这个倩倩当永远的情人，当好朋友，就一档接一档，获利无法挡嘛，我们都爱，爱我也爱啊，啊，所以有钱好办事儿嘛，对呀，啊，然后我们看到了轰炸机，然后那时候女神还告诉大家有一档1810的合成，对，马桶嘛，我那时候看中这一档的时候，公开分享、公开操作的时候，被笑死了，你不要，超多人骂，超多人空。黑的马桶那公军工，嘿呀，很多人看不起他，说做马桶怎么可能做军工？对，我说好了，你认为是马桶就马桶了，我也没意见啦，我跟你讲，他是做军工的，结果人家从12块开始飙，飙到23块，快涨倍呢。是啊，这叫类军工，你懂吗？既然有类流感，就会有类一大堆，对不对？那你看这个涨停量里面有没有类？一点都不累，涨得好舒服，不累。然后我还说啊，再送一档，大家记得那时候刚好要放假之前选前，我记得要放假之前11月18号要选举前，我就说啊，干脆再送你一档，我们学员的好了，玉龙集团的一个军服概念股好了，1417的嘉裕阿玛尼呀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讲完之后，我给你们之后，天天12块开始，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，天天涨停板，天天这样飙，连续4根，好猛，不好意思，才4根，这又是女神的威力。这个我都节目公开操作，公开分享，有钱大家一起赚，赚大钱，捐小钱，因为要过年呐，是啊，你们有钱过年，有的人真的需要大家好好的帮忙，懂吗？很那投胎有的投不对，有的投对嘛，啊，投不对的也没罪过 啊，所以我们呢投对胎的我们尽量帮，嘿，帮一个是一个，帮两个是两个，帮有一群人，我们真的是累积自己的福报和福田了。国父有说嘛，我们有帮一个人的能力，我们就帮一个人；对，有帮1000个人的能力，我们就尽1000分力。那你看，国父都有能力把整个大清推翻，我们今天才有自由民主啊！对，所以国父谢谢女神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你，我们帮一个是一个，帮两个是一双。是在全新的一年里，嗨，全新的金兔年即将到来了，嗨，大家都希望啊能够过个好年，能够拥有一个扬眉吐气的金兔年。哦，我们希望，这个我喜欢哦。我告诉你哦，有愿才有力，愿有多大，力就有多大，对吧？如果你一点都没有发财的愿望的话，那你真的保证你新的一年财神爷不会来给你敲门？对啊，对啊，因为财神爷来你家，你又不欢迎他。财神爷，哎呀，你给啦，真的来给扣扣扣啊！卖他的诈骗集团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所以我们讲愿有多大，力就有多大。今天2023年，对不对？刚开始，刚开始，一月而已哦，一月而已哦。来，我们来发个愿，好啊，发个好愿，好，然后让2023年让你发发发，要怎么发呢？女神，来，你只要讲个通关密语，通关密语吗？对，那通关密语我们一定要让大家财运钱运都要旺旺发。对啊，那我们要用什么好呢？好，那我们就是金兔财运旺旺发，会不会太长？会不会太长了？太长了，那我们就直接财源旺旺发，好不好？不是，我要发大财。啊，你卡鬼气，我竟然卡怂。来，通关密语是什么？我要发大财，感恩女神啦！来来，我要发大财，我要发大财，我要发大财。这个是通关密语，这个正能量好强大哦。是，好，你有没有发大财？要。有的话，加赖在后台告诉你，告诉我，我要发大财，你就留下这5个字，我要发大财。然后我来帮你看看你的财运，这个是测字，而且你要用第一印象，第一眼直觉，对，就像你看到你老婆那个一见钟情的那个第一，立马被电到，掐掉，第一眼看到财，掐到了，还是风，还是发，还是贵，还是满，第一那个字，好，第一印象最准。第一眼被电到了那个字，你先跟我讲，我要发大财，在赖后台讲，然后老师就帮你测字，好，啊，看看这里其实有一个字，财运，2023年你会财运100分，旺到爆炸，涨停涨不停，有一个字，买下去就是涨停，哪一个字我知道，但是我不告诉你。
那你自己好来测测看好不好？哦，原来真的有一百分的，有一百分的哦，喜金的哦，喜金的涨停涨不停的，五几嘞？真的会发大财哦 ，Only One 哦，好，哪一个是 Only One？ 你自己去测测看，到底是是不是你？还是风？还是发？还是贵？还是满呢？到底是什么人呢？里面有一个一百分的财运旺旺发的，到底是谁？现在加入小老鼠 HAPPY 1788，小老鼠 Happy 1788，对话框直接留言，我要发大财，然后去点你第一眼被电到的那个字，然后星星女神帮你来测字，看看你2023年的财运指数有多高。好，现在加入小老鼠 Happy 1788，赶紧来发大财喽！小老鼠 HAPPY 1788，小老鼠 Happy 1788，2023年我要发大财，幸运星女神来帮你开好运、开财运。现在呢，就直接来加入小老鼠 Happy 1788来测字喽。首先第一步，小老鼠 Happy 1788加入之后，在对话框留言我要发大财，直接对话框留言我要发大财。第二，你会看到四个字，财丰发贵满，这四个字您第一眼看中特别有 feel 的字，给它点下去，幸运星女神来帮您测一测2023年您的发财指数，您的财运指数有多高，欢迎好朋友来测字，小老鼠 Happy 1788，记得对话框留下我要发大财，再来选出一个您第一眼相中的字，让幸运星女神来帮您开好运，帮您来测测2023年您的发财指数咯。发大财，发大财，我要发大财，好，赶快加入小老鼠 Happy 1788，然后对话框留下我要发大财，发财啦，好，然后 ABCDE 第一眼被电到了那个字给它点下去，女神哈，她用她那个超级神准的那个哈，那个触角哈，帮你去测一下，帮你测一下字，哎，好，看看我们2023年是不是能够发大财，是，财运是不是能够百分百，好不好，灌到一百分去，好不好，你就在后面，但是要通关密语啊，那、你就没有怨，我也懒得帮你测，因为我需要时间、好、那么请接着通关密语是什么、我要发大财，那其实十一月份齁真的有发大财、发翻了好不好，会员真的是发财 发翻了好不好，发 100% 的那个发、大资金会员啊，你啦，我们先讲大苹果啦，从小金库那时候是小金库，然后小金球因为那时候外资调降它的平等、4966普瑞 KY 对哦，谁调降下面我都看都没，那时候它是高速传输晶片之王哎、从2000多啊跌到500多，然后你给人家调降平等，我是不是在节目里讲你遇到金光党了？来跟着老师买买几声，三声买596买下去，亲爱的大资金会员596给你买几次，600也买，700也买，一路给他买买买买买，然后就5涨到6，6涨到7，7涨到8，涨到8，8，800多哦，拍谁我获利一些，先看熊贼，然后呢？再来，我跟你讲，再要封关前又跌到700多，对、再买一次，有没有这样操作？女生你好猛 啊！这样是不是大金库？真的、来大资金会员是不是？来特别会员有没有？恭喜发大财哦！好，所以你看这样子后，我们这样子来来回回来回，早就已经超过50%了吧？早就超过50%了，超过了啦。OK 的，真的幸福。所以我们讲大资金会员真的财运100%，遇到我真的好幸福，有没有？真的发大财，发大财，发大财喽！对呀、只有这样吗？当然不止，小金库。变大金库了。十一月份我跟你讲，十一月份的时候成交量都很低，大家都还在怕。是，然后我跟你讲，来洗金 A 哦，洗金 A， 我跟你讲，足济吼拢海底鸡，金球猫后来了。我是不是带我的 Jimmy 小金球来？有，帮大家。他每一次来，股票就会涨。来6510的金策，来猫来富，猫来 K 大厨，300涨到400。400不涨到500，五霸气啊！那时候我说，这个金球猫后它是过去的股后，它是专门做检测的。滋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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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说眼睛跟我们家小金球一样，就大了呗，五宝，五宝呀。那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股价也是吓人？哦，波波高，波波高，波波高，这样也超过50%哎 ，Oh my god！ 是啊，好强啊！你只要会爆股票，你就会数钞票，所以你不觉得？
很好赚，2022年真的很好赚啊，真的是在发大财呢。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买的台积电不会涨，大家买的鸿海不会涨，大家买的联电一直跌，发行什么台积？所以就说嘛，你要跟着女生走啊，财富自然有。啊、你财运不好啊，嗯，你离女生近一点呐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来测个字啊。嘿呀、啊，给你来测一下哈。财运不好啊。嘿呀啊啊！想2023年你有啥转运记得不？赶快先加入小老鼠 Happy 1788，我要发大财哈、哦，记得哦。马爱狼，马爱行啊。对啦，你知不？来，好来十一。因为我们跟着大家，跟着会幸运星女神，我来赚到喜金哎，喜金哎，海底基之后，紧接着、啊、哦，好快，这个好快，解封之后啊 ，Only One 解封那时候，大家想说啊，生技股挂了有的没的，你知道吗？大家想到生技股那个，然后大家就砍哦、嗯、砍哦，然后生技股就跌得一塌糊涂，大家都跑去追台积电啊什么有的没的，结果呢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不是跟你讲？口罩拿掉之后，口罩拿掉之后，解封之后，解封之后，还有大陆解封，你知道白烂，你知道吗？要抢到疯！哎、欸，你知道他们关三年呢、欸？真的关到发疯之后，一解封之後，而且他们解封不是这样慢慢解哦、喔，不是哦、喔，不是11+3，不是7+3哦，都不是哦、喔，他闸门直接打开哦、喔。所以我们讲的基本上现在确诊。上礼拜3亿哦，这礼拜已经6亿了。我的妈呀，6亿确诊，对。然后医疗整个大崩溃，然后现在是发烧药买不到嘛，对不对？什么药都买不到，感冒药听说最近流鼻水的也买不到，什么都买不到。从最早一开始什么莲花清瘟呐、啊、买不到，柠檬买不到，然后来什么药都买不到。对，然后有那个报章杂志有说顺药啊、跟利康啊有做清冠一号，事实上顺药是没有的，顺药做的是止痛药，它是顺天堂的子公司。那基本上顺天堂有做清冠一号，但没上市柜。没上市柜、所有有做清冠一号的全部没有上市柜，我就跟你说台股就只有它624的利康 only one 那利康仅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后来老师公开操作、公开分享，他有没有天天锁涨停，连锁两天？对呀、啊，四飙到五，五涨到六，三天就达阵，好快哦！感恩两根涨停，怎么这么好赚？创新高，对呀、啊，而且他 EPS， 你生技股要找 EPS 好的真的很少，不容易。结果他的前三季就赚1.4。就赚赢去年的1.4倍，重点是前三季我们台湾没有疫情啊，那他怎么会赚钱？哦吼，还有未来老年化、老年化的社会，是他也卖什么你想得到的保健食品，什么牛樟汁啦、清血露啦、然后 Q 弹的啦、够白酒啦、够心中啊、来来我都有在搞、所以就是这样子啊，保健食品对 啊这只是大家比较不知道我一样拿给大家，就像3454精锐那时候成交量才几十张，很少，不然我90几块怎么买？我是各层级会慢慢带进，慢慢带进、一组一组进去的、对不对？然后买好买饱买满来、安全带系好来就飙出去了。对啊，这个齁不小心让大家看到就、哇，完全直接锁涨涨锁涨锁锁，就很猛啊！四就飙到6了。对啊，恭喜大家！哎，有赚到的人自己要赚大钱捐小钱，恭喜发财、那疫情齁说实在的不会停啦，还没结束，你们要跟他同在啦。那生技股齁跟电子股。这就是 taking two， 这是今年的两大引擎。因为我看到他们的形态其实都漂亮，生技股很多形态都打成了。我告诉你啦，新的一年怎样，你知道吗？第一，战争会结束，这是女神有预言的哦，神预言的哦，你等着看。第一个战争会结束，第二个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基础建设要开始做了，对，必须。政府要发6000块，你知道吗？还税于民啊！我现在被贴掉，我不知道啦。但是基本上，苏院长已经开金口啦。是啊，要发6000。基本上哈，最近诈骗集团很厉害，开始发简讯了。你们自己，你们自己要小心哈。如果收到什么简讯啊，要发6000给你，不要相信哈。天上没有这么好的事。昨天苏贞昌院长才讲完，今天诈骗集团的讯息就来了。对对对，就给你。所以大家要注意收到简讯不要理他哈。好，再拉回来。那个是农历年后才会发的，现在收到的都是假的，现在只能先用看的哈。现在都是假的哦。对对，最近诈骗集团很多，金管党也很多你要跟好跟紧啦。懂。对。然后第三个重要的事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除了基础建设要开始做之外，啊，外资嘛要回来啊。对，外资慢慢啊会回来。系啊。嘿，为什么外资会回来？你先甲看港股甲陆股起甲变成啥款？他们用喷的啊，我们都是亚洲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再来呢，他们会慢慢回来，慢慢回来，然后呢，回来之后台股就会，哎呦，发大财，发大财，发大财！对啊，所以我说你要不要发大财？要发大财！先把通关密语给他讲出来，写好来。这个呢，来第一个字，财，
是财会让你呢今年100%呢，还是风会让你100%赚钱赚到风，还是要发好让你呢发财发一整年，还是要让你富贵一辈子呢？还是你要赚的满钵满盆呢？老师到底带几利息100%？我不知道。我知，但是我没在讲，讲了就没准了。你自己来，你自己来。所以我们呢，依照直觉，好，哪一个字让你一见钟情的，这样才准。好，一字值千金，来测试你的财富指数。2023年你会不会发大财？发大财？会不会像马斯一样这样有钱花、开心花、尽量花？啊，你想花没问题，先加入小老鼠 HAPPY 1788，小老鼠 Happy 1788，对话框直接留言，我要发大财。然后呢，去点 A B C D E， 你要选财还是？老师就会帮你测字。丢丢丢，那、啊、到底谁是财运100分呢？是好，今年你想要2023年真的能够发大财，直接来测字，发发发！好，小老鼠 Happy 1788，直接来，幸运星女神亲自帮你测字喽！再次感谢永诚国际投顾标股女王林欣荣林副总和好朋友做的分享，感谢幸运星女神，谢谢雨晴，谢谢全国的投资朋友，不要忘了，幸运之星在永诚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老师祝所有的投资朋友操作顺利，跟着我们有钱花，尽量花，开心花。小老鼠 HAPPY 1788，小老鼠 Happy 1788，2023年我要发大财，幸运星女神来帮你开好运、开财运。现在呢，就直接来加入小老鼠 Happy 1788来测字喽。首先第一步，小老鼠 Happy 1788加入之后，在对话框留言“我要发大财”，直接对话框留言“我要发大财”。第二，你会看到四个字“财丰”。发贵满这四个字，您第一眼看中特别有 feel 的字，给它点下去。幸运星女神来帮您测一测，2023年您的发财指数、您的财运指数有多高？欢迎好朋友来测字，小老鼠 Happy 1788，记得对话框留下“我要发大财”，再来选出一个您第一眼相中的字，让幸运星女神来帮您开好运，帮您来测测2023年您的发财指数喽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